转剧院。噔噔噔噔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猫猫，看看它。我们这个作者呢是日本的作者，叫丁田尚子。对，他画猫猫的系列画得很棒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看啊，他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他说什么呀？睁开他的小眼睛啊！抬起他的小脚脚。该不会是？你看他站起来了，哦，然后大家可以欣赏。好像日本猫哦。对啊，本来就是日本猫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喵。没错，就是今晚。喵。快点，快点！它钻出来了。看天空画的蓝很美，对不对？猫从四面八方来。猫从大街小巷，大街小巷来，猫猫猫，咻咻咻，嗯，对，都是猫。对呀、啊，看来从这个上面来的啊，从这边过来的，还有钻出头来的。你们知道那，你们知道咖啡色的那只跑到哪里去了吗？哦，在哪儿呢？找得到吗？应该很困难了吧？是吗？因为他刚刚从这里跳下来。对对对对，好。而且你们看看哦，你看他这里就有一个小点点。啊，对，没错呢。你的金眼睛很厉害哦。啊，然后这只可能是咪咪。咪咪啊，对呀、啊，你看它啊、哦，这只的屁股好像咪咪啊。对，没错，哎、很像咪咪。对呀、啊，毛茸茸。今天真是到了哦，真迫不及待啊。对，然后大家一直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大家也可以一起救逼我的喵。好的喵，的喵小心哦。那刚刚那只猫在哪啦？刚刚那只的猫咪，对，就是它耶。它跟它的金色朋友叫做小金。小金，对，看毛茸茸的，画的真棒，对不对？看起来真的。好想摸摸它呢！哇哦，都是猫猫啊！许多猫都站在这个时刻，当覆盖夜空的云被风吹下的时候，然后你看他们到底呢，在看什么呢？却没有的眼神有没有？哇，都很不一样哦，但是都是很专注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在打哈欠呢、没有。但是这只猫猫是不是快睡着了呢？对啊，可能在想着什么。到底出来了没有啊？好期待呢！还有一个小猫猫，小宝，你最喜欢是哪一只猫咪呀、啊？有一只猫猫是站起来的耶。对呀、啊，那你最喜欢是哪一只猫咪呀、啊？我最喜欢的是呢，是这只瞌睡的。对，要睡着的。那你们现在可以找得到那只刚才的那只咖啡色的吗？这有点困难呢，那么多，我们怎么找得到呢？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哦，真的啊！因为刚才有那个三角形的，三角形的点点。哎，真的耶，你好厉害哟、哦！它躲在这里，你也发现得到。好，小朋友们有看到啊，它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姐姐真厉害。我比较喜欢金色的这只，等一下它就真的会站起来哦。它等一下，好，我们看看。我就选到了，就是这只。对，没错。哇，喵喵出现啦！猫咪们一起站了起来，而且呢，看着什么目瞪口呆，每个都张开。睁大了眼睛，有没有张开了嘴巴？到底看到了什么呢？好胖哦，自己。哇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夜空出现了美丽的月亮。不，那不是月亮，那是猫爪。猫爪正在夜空中露出脸来。哦，有没有像猫爪爪？哇，尖尖的猫爪爪。
尖尖的爪子好美呀、啊！真的。对，嗯，里面这一只，这只，对啊，就是刚刚一开始的那一只啊，对不对？还有跟它的 friend 啊，哇，它眼睛好美呢，好、哦、看它的毛色，哦，嗯、真是好想摸摸呀。摸这里。那你们现在可以找得到刚刚那只在哪里吗？你找到吗？小宝在哪里？对，在哪里？也有咖啡点点的，嗯，在这里吗？是吗？感觉是，对不对？这、嗯、还是这一只？这一只，这只比较像。好，没关系啦，猫咪们怎么了？可是它旁边没有它的朋友啊。它的朋友可能跑到前面一点看了，因为看想要看的，想看这个猫爪爪看得更新更清楚啊。对啊，可能跑到前面去了。不可能的，因为它有这么多的点点。嗯、对，好，来看、嗯。猫咪们挺着背。急摇啊摇的身体，喵嘛喵，喵嘛喵，一边呢望着呢正在夜空中的猫爪。对，嗯，真美呀、啊，真的，今天的猫爪爪真的好美呀、啊。啊，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见了。就是啊，猫爪是阴晴不定，难以抓摸捉摸，没错。嗯，对。拜拜。好，拜拜，跟他 friend 金色毛毛的 friend, 那你们拜拜咯。嗯，下次在一起。刚刚的那只左脚在哪里吗？就他不是吗？对了。这个很简单。好，没错。嗯，啊，他是跟他在隔壁的哦。嗯，可能是吧。对， OK， 好，又爬回来了。这只有猫爪知道的关于猫爪之夜的秘密、嗯、对，猫爪夜的秘密只有他知道。哎，这个怎么，这根怎么掉下来了？OK， 好，哎，这根好像是给他玩的。对对对，没错，这里，嗯，好，这个是今天上次的一些的介绍，大家可以再去借一些他的书来看哦。猫咪他的猫咪都非常非常可爱哦。哇，拜拜，好了，拜拜，妈妈飞飞。But the apples is time to say goodbye. When you say an apple in your heart, it is for joy. 那最后你们找得到刚刚的字在哪里吗？在哪里？这里呀、啊。好了，不好意思。OK， 好，拜拜喽。The apples.